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啊，今天呢，由我和刘晓光老师为大家讲解第四届天台山农商银行杯世界女子围棋团体赛第二轮的一盘对局，是由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第一台的对决。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郁智莹五段和韩国的崔金五段。好，是，刘老师。郁智莹和崔金，那么中韩两国的现目前是都是排名第一的，对，是的。都比较强，因为他们两个正好在团体赛碰着了。这盘棋虽然崔金赢了，但是团体是中国赢的。对，是的，没错。这个，所以我们挑选他这盘棋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年龄都不大，今年都不到20岁。哦，都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吧？是的。这个是星，然后下了一个小目，小目，无忧角，无忧角，手角在对，这儿。这盘棋是由崔金执黑先行啊。崔金的黑棋，对。然后这个以前不是下这个飞的这个也是很多的这种，也比较流行啊，比较，是的。那么3-3入，点角。点角。这个是普通的一个丁式，打了一个特别普通的丁式。这个好像是已经流传了很久很久，到现在还一直在用，而且用的概率非常高的一非个常丁高的式。是的，一个，这个丁一定好，这个真的是还不好定论没啊。错，是的。这个普普通，然后挂角，我想也是，黑棋挂一个，在这普通吧。儿。在这里呢，白棋。当然，它的下法很多，有比如说夹击啊、夹击啊对，这一类的，或者是一尖拖呀，夹、二尖高夹等反正等这一等等，带的这都都有。是下了几百遍的，都太多了啊。当然拖这个是最普通的了。现在它是一尖低夹，这是拆一，于智莹这个有点研究，还有是跳不跃。是装着刀呢？给人家，那么挂角也很挺好啊，这普是通的，了，白在棋这个想方飞。向挂，然后拖。拖这个，他希望一般拖呢，他一般了长一个，长一个，黑棋拆一个，拆在这儿吧，拆在这儿，对对对，普普通通啊。好，那么于智莹是他没这么下，他是他搬搬下，这个，对，搬下来，黑棋断，然后打打吃，吃，对，关键是打吃，对，立，对，挡贴，住。对，这个呢，如果你不熟的话，会眼睛一花。觉得这个怎么这么下，是吧？这个这么下呢？那你说我要，有什么别的招？黑棋能不能打吃这个？先先靠靠一一个下。是你的，这是你的象，这个不能搬，搬会被断，这个要走这个。如果你那么假如说打打吃，假制，这我估计这是白棋希望你走的。这样的话，他可能。拐打。拐打也行，你要说再顺一下，我走这个吃的话，他拐这个先手，对呀、有个立搬很先讨厌手，这个，有一个这个，那么他这个时候拐了跳，其实这样白棋也觉得就这样就也行，白棋希望你这个给你个小角，我两头呢都占，于智莹他希望走成这样。他觉得白棋这样走到两边儿，就然后可以。把黑棋这三个子呢孤立了，对对对对，现在还不错。对，这个那显然是这个时候，黑棋如果说选择二路打，是不是不太好不，对，啊？不太好。对，那么他走了一个简明的啊，黑棋拐打了这拐个，打，他粘上，接住，然后再打贴下一个，去。对。这个形状和这个是不是有点相近？这样，这样的，这个形状有点相近，对。但是现在呢，就是说，白棋、黑棋啊，多了一种就我们在分割，分析一个局部的得失的时候，一个定式，就觉得到底是谁和好那谁坏，是个吧？差不相多，比，有点相近，没错。但这个呢，黑棋比那个厚一点，对。
白棋呢控呢比那实一点，嗯，但是这个利弊难说，我觉得差不多，对，差不多，应该是一个这它这个头硬一点，嗯，应该说跟那大体相当，是一个基本的也算是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局面，差不多吧，差不多，还早得很，嗯，但是总体的配置您觉得怎么样呢？就是一个也都差不多的棋，也很均衡，是均衡的，哦、也差不多的棋、嗯。就是下一步关键是白棋先手，他的动手是特别关键。嗯，白棋现在要动手了，对，必须动手了。哦、对，他就加下来、嗯，因为这两条边现在一直好像走的意义不是太大了。嗯，走这一边他走的都是低位，就比较实在，白棋比较实在，黑棋虚一点，他怎么样打入的问题了？因为白棋现在全盘没有任何孤棋。对。所以呢，必须要进入黑棋的阵营。对啊，这进入黑棋的阵营其实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关键是从哪里进入，这个就比较。这个，如果你这个是吧、嗯，是这样吗？好，就这样吧。如果这个，那黑棋，你是要割断它吗？应该是这样。就这样。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单扎还挺好的，哎、嗯，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哎，就那就是这也是一招拆二，也是一个，是吧？这样。哎，对，这也是一盘棋。是，嗯，但是这个棋他是于志莹呢，也是他觉得那个效率并不高，嗯，加一走的比较狠，比较狠，嗯，这比较狠。他的棋是不是比较擅长于那些小巧的手段，然后局部的战斗啊这些方面？你觉得？于志莹是一个，我觉得感觉力量也是比较力量很大，他的特点呢，人、嗯、下的也比较快。对，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这个就是说棋呢，不喜欢大长考。哦。他不喜欢大长考。他觉得长考没有意义，可能。喜欢这就是那种下的快，给对方一种也是一个压力吧。嗯，对。这个棋感呢还是不错。对。棋感不错。这个他能够在女子排第一位，你想那么小的女人，啊、也就有他的应该有他擅长的地方才行。很独特，确实，而且他也是在之前的新人王战当中2-1战胜了李清城。哦，李清城，这个对，也是李清城是我们那个男子年轻的也算不错的一个小孩啊。对。因为在番棋赛当中战胜男棋手，这是非常少的。是是是，所以他有一定实力。嗯，没错，有一定实力。嗯，好，我们来、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好，白棋跳一个，跳一个。嗯，那么黑棋就把它糊住。对，这个棋呢，他是希望这样，白棋希望总是那样。嗯，这样呢，你就逼着炮你压。黑棋压出来，这样。对，再压一个。他大概还得长。那他真的是有可能这样，或者是这样，他给你的一路来狠。那看起来白棋比较主动，这样。哎，他希望总是那样。是。所以这个黑棋虎一个应该是必然的下法。哎，是，应该的虎一个好像。白棋在这儿飞出来。对，飞出来。这样下。对。嗯。他能够。因为这边的间隔比较宽，所以白棋往这边行棋也很正常。对，这样呢，白棋比刚才那个打入啊，要效率高一点。对，单打会好一些。比单打入的打定拆二比那个效率好一点。这样下得更舒服一些。是。黑棋拆出。拆出来。嗯。压出来。压。普普通通。然后黑棋长一个在这儿。对，这个长也是，你要跟着走，贴着走。也效率不高，这干脆长补了得了吧。嗯、对自己的形要先下坚实，坚实一点，然后再出拳打别人。是，嗯，白棋跳，白棋这个也比较普通，好像感觉扳也可以考虑似的。嗯，扳的形状也是可以考虑。扳这个的话，黑棋是怎么硬呢？我也。对你就我很纠结啊，你总不能粘上，对我这个你要么就冲一个双一个这，也就这样吧，对，等着待会儿刺一下。那反正那说明就搬一个呢，就是说逼迫你硬一下嘛，是吧？是的，这也觉得搬一个是个形状，好像也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搬一个。那么他实在是跳一个太普通了，这个棋我要么搬，我是想要么搬要么尖，是这么想。嗯嗯，那跳一个呢，普普通通，可能感觉也不错。对，
于真英还是比较有自信。对，我也觉得是。是吧？是。年轻啊，他对自己的棋总觉得还可以，觉得形势。嗯，很少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他把对方这个对手犯错误的概率都放进去了。嗯，可以跳一个，跳一个，那个形状也不错，跳一个是吧？嗯。然后白棋再双住。双一个呢，就是这个吃两个，等于是避免了。我这个双完之后，他可能还考虑要进攻你呢。对。下步这么贴贴，你要进攻这个黑棋，是，这个也是挺狠的吧？对，我所以这两步棋给我的感觉，它还是棋风偏于凶狠那一类型的。啊、对，它还是注重看到别人的弱点。对。啊，它不是注重局面的均衡或者是时控这方面的棋手，像。这个女棋手这个特点也比较多，一般这样的居多。大部分都这样是吧？比较凶一点，这个。嗯，准备总想瞄着对方的弱点，以后随时想出击。对，守的概念呢就不如那个什么，就那个大局观呢或者难求，他这个考虑的这个比较均衡啊，有的哈。主要是对于那些空的地方觉得太难把握。难把握。虚的地方。对，虚的地方太难把握。实的地方。反而容易那个看得清，容易容易掌握啊。现在把这个双一个看看，黑棋飞这个点也要抢，否则被压上来，对，也挺大的。因为崔金给我的感觉是下到现在为止，这棋都下的还是比较工整的。哦，就整体来说，在这一代的硬法跳啊之类的，没有给人就特别咄咄逼人的。那意思，他该补就补了，该飞也就飞了。飞了，这也不过这个也是形状。不过如果换一个，你比如这么贴一个，搬一个，搬起来，这也是可以考虑的，我觉得。对。是吧？也可以考虑。是的。要说白棋，你要把这儿走在那面看清，也可以考虑啊。这个是比较倾向于控的下法。哎，对对，这个走呢就进攻。下成这样。像这样，好。白棋靠进去了。去靠一个，这个是。比较凶，这当然是这个靠在这个形状来说，靠一个是有这个下法，是个形。如果你打，它会上面压。对。在挖的时候，它会从上面走。对。那这个爬起来爬到是这样，让你走了之后呢，它这样的话，这个厚一些啊，和刚才那个不一样。这样活起来啊，就稍微辛苦一点，黑棋也厚。没错，这是不希望的。他希望走成什么样？最希望看到的是你下面搬，白棋连搬，然后连搬你打他长，他长，对，这两边黑白棋这个是白棋最希望看到你黑棋会这么，你越折腾，我这借用对越多，是的，这是白棋希望看到这样的，你黑棋要是给我借力，那是最好，是的，因为靠的话。你就没有那个选择，不像刚才这个，他我能上面选择上面。现在如果先靠你搬，我连搬就等于你下面打我长出来。对。所以在靠的时候，黑棋上搬，上搬，我认为这个上搬对的，因为上搬了之后啊，你还这面还薄呢。对。再立下来。这个空给他一点，给他一点，给他一点空。这个拆边的幅度还不错，对，黑棋这个挺好，就在布局阶段的人家打入你的空，你千万不要就这心里咬牙切齿的想要把人家打入的子吃掉，这是不对的，对，所以要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失去的东西从别的地方给找回来，上面搬这样走是对全局来说我觉得是好的，是的，全局，黑棋靠下去，这是先手，这是先手，他的先手便宜啊，然后再尝一下，在这儿粘上。还是不还是要顾及这一块，对，是的，这一块，我觉得也是，也需要、下的挺稳健的，稳健。然后白棋跳一个在这儿，跳一个，好。嗯，普普通通的，对，普普通通的招数。黑棋挖这个在这儿，
这个布袜呢，当然是这个也非常大啊。对。但是这个齐袜一个也有长的。对，是。我就在想，这个地方除了袜以外，还有别的，就是对实地来说，黑棋更好一点。袜实战它是打的这个，对对，你长的话，一般的情况它要粘上。嗯嗯。只要粘的，哎，这粘。那么白棋要么爬，要么跳。如果跳一个，你大概是这样。断哪个我吃哪个，嗯，你断里面，不管断哪个，我就把那边吃掉就行。一般可能是要断这个，啊，断那个被吃角，你可能是那黑棋满意，走这个，他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上面吧，赢虎珠嘛，哎，对，大概是这样，哎，就这样了。好，这样可能对于说黑棋实地喜欢实地，可能觉得这样多一点是吧？嗯，还不错，看起来。哎，黑棋可能会能够走成这样啊、哦嗯，要想走的话，长又能跳，基本能走成这样。是的，这是局部的定型手法之一。定型手法之一啊，啊但是他实战这个崔京是袜的。嗯，袜一个，那白棋应该不会从上面打吧？从上面打是不是觉得太难受了？下的这样哈，挡住。对，这样，对，并不好。嗯。他是接上，然后他冲出来。这个棋。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还有更好的一些啊，也是一种多。这个也是个常规手段。嗯，那如果说这样一来的话，有这个断，那个白棋几乎就不能从上面打了，嗯、那是不是就太亏了吧？这样也，这个棋不舒服，你总不能长的再被我打。那太不是太。这个角大、嗯、这个角大、嗯、啊嗯而且你如果补的话跟刚才那个比起来这个要亏不少黑棋亏目了对嗯但是黑棋呢比较顽强的是什么呢走完这个他不是补的这个他不补了他不走了而是直接走在这儿对走这个呢就是说你如果你敢走这个我是要求给你冲断的直接把你冲断、直接冲断这是他的狠如果那我这个冲他打这个他也不行啊打这个就出来也不行就冲是冲出来也行就冲这个不行你是挡的断哦他是要这样对如果提啊他就补一个原来是这么凶狠的这里有冲这里管这个就白棋啊这白棋不行白棋得不到便宜对是的、嗯、得吃你的这个形状你作战没有力对作战没有成算的因为黑棋这边比较厚对再加上这个中间有接应的子这块棋也补厚了所以他就把这手棋给他省了他顽强这是顽强、哦、省掉一手棋他说本来是你应该在这儿呢直接一手他要镇在这里、嗯、效率高这也是这个黑棋他哇这个选择的理由吧对有可能可能是他的理由、嗯、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手控掏控也是可选、嗯嗯，现在就走实战就走成这样。是的。嗯，白棋现在飞一个。飞一个正常。黑棋追着他。对，这个。然后黑棋跳。哇，这个比较凶。这些呢？现在呢？实际上这个棋啊，它攻这个棋啊，人家黑打是这活的。哎，对，本身是刚、哦、哎这个，本身是活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嗯
本身是活的，这个是活起哈，有一个路后路是活的，嗯，但是这个也不怕。但是呢，你关键你做活发一手棋又被他煎着，不肯。白棋有所不肯，他不肯后手去补活，就等于人家那手棋在外面走得很有价值。对，总想你说这么你走，我要往回缩一个，还要走这个像当官一样的，被你这么便宜，我心情不愉快，心情不好。哎，对，我总想效率更高。对，是的。哎，那么白棋怎么办？就是说，嗯，这个棋，说实话，这个白棋先走了一下，这招棋走交换，有的可能还不肯呢，都想打入嘛，有可能都想打入啊、嗯。他是想防中间有什么袜断之类的吗？他会有这个担心吗？比如说这个吗？比如说他单袜吗？还是单袜这个？嗯，目前他是有这个，对，暂时没有用啊，一时半会儿没事儿、哎，没有事儿，暂时你要比如说这种袜了挤断了搬了，它就赶快活，你要被抓花了、啊、是肯定也不行的。嗯，所以这个棋比较难处理，有点纠结，到底是补还是不补。对，但是呢，从现在来说啊，它是能抢个先手也不错、啊、抢个先手。对，这个棋你要说从进攻的话，白棋有很多种下法。嗯，比如说你要这样，这也是一种下法。对，这样就普通，但不像人损那个吧。是的，脱先也是一种下法。嗯，但是呢，他是走的这个啊。对，他走到这儿，他交换了一下。交换也要再脱先。这棋呢，就接下来这脱先应该走哪儿，也是一个疑问、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白棋来说呢，面临着选择、嗯，这选择可能会决定接下来这个棋的流向，很重要。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继续收看。好。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世界女子围棋团体赛由郁之莹对阵崔晶的对局。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在这儿走了一下，然后哎，黑棋二路飞过了，嗯，然后接下来这块棋呢？你说他是死的，他当然不是了，他把吃可以接上做活，这个头也在露在外头，这里呢还似乎有一些眼位，但如果不补呢，也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就是人家会不会猛攻你啊？实战呢，白棋是选择了脱先，他是飞了一个。我觉得脱先是对的，嗯，脱先那个不要走了，这个暂时啊，你这里还要跳还是吃是这么一大块棋呢？嗯，吃是吃不掉，那只是被攻的问题。现在呢，嗯、这个很要紧。如果你换成黑棋太大了，是吧？对，这样就全围上了。对，走这个，飞起来。这个棋，如果你黑棋去围的话，不见得赢。嗯，所以黑棋这一带不太好走。不过这个控啊，是围中央啊。越围越少，对，被人家钻一下，东也钻一下，西也钻一下。围控中央去围，这么围控啊，多数是要输的。是，哎，现在后势是要拿来进攻最好，它是尖阵，对，阵一个，这个呢就继续围来进攻这个多一手棋呢，你这个就对你这个死活的威胁。刚才说，裘老师说就这么活。那么，但是这个活呢，是黑棋希望你走成这样，活得很委屈。哎，对，走成这个之后，那黑棋再，比如说再走别的棋，那么便宜了。嗯，他这样定型便宜成这样呢，再说别的。关键是白棋不肯这么去走一个，他不肯。嗯，他现在有多种选择，还有一种就靠一个，顶一个吧，顶。哎，你要是拖一个，对，他走着，他就被上面挖断了，是吧？关键走完之后，你白棋还是没活，啊、哦，还是得补一个，还得依然得靠那一下打吃，然后粘上、哎，还没活呢，嗯，这块还没活，你那所以这个不见得便宜，这个交换，对，还不愿意，哎，这个棋那么在这纠结当中啊，这个又不肯，那怎么办呢？还是最后选择尖出来，尖出来，嗯，让你再来攻吧。我就在想他能不能，比如说这样。走一个这个，如果人家肯穿断它，它就回。那走这个的话，那容易给他那个、哦、借劲儿、借力。哎，在这儿走，你说断开之后，他真的要动杀手。要杀手。哎，对，动杀手。那不行，那不行。哎，所以尖一个是还可以普普通通。嗯，黑棋飞。飞一个，
这个飞呢，就是说它又捞空，让你送出去，它也一种便宜，那也好像也没办法。这个时候如果靠一个，它可能冲你过来，对，它可能粘住，它就算了。这样，这你底下已经损了一下，我就算了。对，算了。你连上就连上，然后黑棋比如说在这儿刺一刺，该走什么就这种下法，可能这样。这个呢，白棋他认为这个当然是也是一种下法，但是他觉得实战白棋啊，于志颖很有自信，他觉得这样白棋不差，很好。他觉得你攻我半天，到底在攻什么呢？是吧？攻一点，你这个空也不多，而且你这儿有一个手段。对吧？我在这儿有点利用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定时炸弹。没错，能拐出来。所以他挺有自信。那么，对，看我们看黑棋怎么动手的。黑棋扳断的。扳一个，这个也够实战的。如果你粘上，那么这个时候他借力走在这里，这个是白棋希望走成这样的。假如冲呢，他正好对，这白棋最希望的，那最高兴，你打实了。那么这先手，那么再来跳一个，你粘上或者都行，对，这个白棋太高兴了，白棋希望总是这样，扬长而去，穿脸回去了，对，所以说，当白棋搬的时候，黑棋来个狠的，他顶了一个，顶一个特别强，他顶这个，看似有点俗啊，是吧？有点俗，那这个时候白棋能不能靠呢？靠他就是。就这个了，哦，就拐下来了，他就从这边冲出来，你就这个再来一下，啊，那么他给你来这个了，哦，这个子连根被切掉，那太大了，他要这样，这效率是在这儿呢，是的，是的，和这个不同，这个你看，你这个我就冲过来了，冲断了，正好把它，对对对，给你看它断掉了，对，是吧？是的，那就不一样了，对，所以他不行，所以他是希望这样，当搬的时候这个没有。他走这个，他那于志颖就贴着他挡回来，要不然被拐下来了。对对对，先走别的人家不应你。对，他走的是这儿。对，长的是的，不能粘被打断了。这个棋他认为你断没关系，我这不是还有路吗？对呀，是活棋啊，没有关系。他认为是这样的，而且我中间还能先拐你两下之类的。对对对对对，你走那个他是对你说他是要走这个的。我先拐这一点，你如果敢来这面吃，我这一点你就要命了。这中间就是太破了，这棋形实在是。对对对对对，这个棋，所以呢，这个棋它还不能断，它是压的，但是白棋长。白棋长。对，它还继续要压一个。嗯。不管怎么说，这实际上挺俗的，等于是。对。那白棋能连扳吗？这儿。哟，这个倒没想到。假如，这个。打吃。啊，这个棋倒是真的没想到，假如这个。那您是不是要粘上啊？粘上的话，这一点我是觉得无法抵挡，这个都没想到。尝一个。哦不不不不，这个形状不好。不太对。不对，这个形状，黑棋也不是很好。连也许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比较凶，这个比较凶，这个连扳啊，连扳，那要是真的是要斟酌一下。这个打断如果成立，那这连扳就不成立了。只能是求这个了。那也许他担心这个，有可能担心这个。这个呢，就这个是走什么？要走这个了吧？对，要走这个。我刚才就怕你想这儿。不，这个你把这个冲过来，贴过来吧，贴过来单。单这个棋比较复杂了，比较复杂。这个棋就有点难讲，还是或者说这个即使有呢，于志颖觉得长也不错，他形势很乐观，是吧？对，连扳他觉得没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冒这险。我想是这样的，的确，你连扳呢被打断呢，那个有没有成算？那个有点风险，有点风险。这个长一个即就说也是本形，对，也是本形。你反正没断就可了，我被拐上啊。现在走这个。黑棋压一个。压一个，对。白棋现在搬。马上就搬了。是啊。啊，这个也没有靠，直接搬。对。那这个棋就被他断掉。断掉。但是他这个搬有成算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不，他是想有棋，他认为这里有棋，他不绝，他绝对不肯这样，他觉得这样，他觉得这样的话我不肯。嗯。那这样的话，主要里面有棋，嗯，对吧？你不能再让他，他走的这个，这个棋呢，的确黑棋的味道很差。对，他把它打断。打断，的确是有感觉，是就有点东西。长。对。然后黑棋先冲他一下，把这个有必要冲吗？不知道，这个没必要冲。不明。哎，这个有可能景气的嫌疑。嗯。这个还要冲一个，早晚是你的。嗯。白棋现在靠。现在靠一个。嗯，对，这个棋呢，你要是在上面补呢，他把这个吃掉也不小，是吧？这个太大了。啊，对。他当然是想要先手接住，他希望你这个，但人家肯定是不答应的。这个，然后再走动中央，然后再先手连，那白棋最希望的。那不可能，人家肯定是搬在底下的。搬一个啊、嗯！现在接的话，基本上黑棋应该会脱先了吧？有可能，他脱先了，和刚才你那个吃不一样，刚才吃就吃在这儿了，是吧？吃的太大，所以当这个呢，就算便宜，就脱先他我，你知道这样我还能回来是吧？嗯、他就是爬过，搬一个。搬在底下，搬在底下，白棋又长了一下，长一点，对，黑棋爬过，爬过，在这儿、嗯。那么交换成这样，白棋应该说也还可以，但是这个连呢还不肯，他就不肯接这一下，对，接这个呢，他总觉得这个被中央补，对，这中央还现在太大，他把这个尖出来赶紧。这个棋呢，这个尖呢，应该下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个作战黑棋这个勉强。嗯，就觉得黑棋中间还是太味道太恶，对，味道太恶，就容易被但是我直接走，比如说我这样走，尖一个它是不是挤住呀？对，它那有个圆尖吧，嗯，我粘上它就长，它就长一个，就是拿黑棋没招，嗯，你这儿也堵不住，对吧？这个地方你还有断，哎，你这个硬作战不见得马上行，对。但是这个棋啊，的确你的味道太差。对，这个时候走什么比较好呢？嗯，这个棋啊，就应该单走这个。这是也是于之莹跟也是他的感想。哦。嗯，走这个好。那先考验他，你是不是要冲断的吗？对，冲断。你现在还敢不敢冲？冲断，对。再断。走，是。长。踢掉。那黑棋如果说狠一点的话，难道还有这个吗？他，嗯，假如这个我能跳，这外面这个作战味道实在太恶，太恶，而且这个棋，有这个棋啊，是吧？对啊，这一段怎么抵挡？无法抵挡，没办法，这就打，这就争，是吧？你大概是我估计就这个，正常的话应该正常本手对吧？本手，对。那么你再来这个，再小尖，对，那就不一样了。那个。这个棋就是不是黑棋有点凶多吉少吗？很麻烦吗？这里必须要补啊，这不补马上被断开了。对呀、啊、补在这儿吗？补在这儿好像看起来很靠不住，这被刺一下。对，这个棋就已经要被吃掉了，特别麻烦了吧。他这个棋啊，这个地方还有这个了，贴过来。嗯，单管啊，还是打吃？吃一个，打吃。他接这个。啊、哦，那已经麻烦了。藏这个还就这个。嗯。吃。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只能打结连。只能打结连这样。这底下一间、嗯、这块已经要死了，现在。对这个棋呢，它就是说这个棋啊，它就还有提这个，嗯、就这里面棋用的是招太多了，这个白棋。这肯定是黑棋不行。黑棋不行。对，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不行。这个味道太恶了、啊。对，是的、嗯。这样作战，它有好多种出棋的方式。反正白棋啊，它有多种出棋，所以说，当走这个时候啊，它应该先走。最后悔的是什么？嗯，先尖了。他把味道都走干净了。这个棋是在这样的棋啊，这样的棋。嗯。白棋现在实战单尖了这个。哎，对。然后跟黑棋交换。交换了一下。这个交换不应该，而应该先走这个。嗯。当你冲断提完拐的时候，再尖来也仍然都来得及。对。所以他是
要命的是先煎完之后再走，这个时候呢，黑棋再一意孤行肯定是不行了，对，不能走了。所以说于志英觉得这么走一样的，反正你也要冲断了，嗯，可能也下得随手了。他没想到这个时候他脱先了，哎，这个脱先先进攻他了，他是在断的，他先断，对，这个是要紧的。断关键是要命的是，这他是个先手，这不走这一段，这马上就把这个断的吃掉了，对对对，吃这有个夹，对对对，他粘上一样，这个走这个，对，这个地方一段是起筋呢，必须补啊。是吧？不然你这三个子逃出去毫无意义，对，自己跑孤棋吧。这个棋顶一个呢，靠住。靠一个对眼位有好处，嗯、对后来这个靠一个好。对，不是官子也好，应该靠虎一个稍微差一点啊。但是这个不关，不是很重要。对，这个看这个是特别要命的，不应该走。嗯。走了这个之后，关键是黑棋有个狠招，他实战，他不去走这个。这个是最白棋就一路就能够顺势就赢下来了，关键他你看他来个狠的，他顶在这儿，这招棋，这也是这个像这种杀手啊，属于也可以说女棋手特别比较擅长或者是这种比较敏锐的，嗯，比较难。他如果刚才没有这一下的话他就没事儿，完全没有关系，对，他怎么都连上了，这是顶一个，你再挤我就接上，怎么走这根本就挖不断，差一气就这个双这差太多了，对，是，哎，这就差太多了，嗯嗯，这个这样不走怎么都没关系，嗯，现在他有了这个棋啊，他犹豫他叫一下，对，你现在你看你如果走这他有挖断，你如果走这个他有半断，对，他怎么都把你断开了，现在这就完了，哦，是的，哎，那么当你双的时候啊，他只有这一招抵抗，然后人家还可以挤断你，对，这个挤断掉，挤断，嗯，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能吃掉，是的，嗯，所以这白棋很麻烦，麻烦，人家顶了怎么办呢？接下来怎么办？啊，不知道该怎如何是好，嗯，他实战是顶了一个，他想把这个人家这个挤断先给补掉，然后再搬过来。他是怎么想啊？觉得这样交换之后呢，我顶的时候你再挤就来不及了，再挤你看我就唬这个啊，再打吃我就接上了，对，哎，这个就行了，不一样，是的，就差这个交换，如果没这两个扳跟这个交换，我这个一吃你看你长我就给你闷死了，怎么也跑不掉 了，这一溜打下去就行了，对，这个打追打，嗯，一直追到底就死了，嗯，就想把这个交换成，但是呢谁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当走的时候这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搬这个的时候就顶他搬这个的时候，黑棋他就脱先了，在这儿这个时候应该说还有一种算了，就干脆啊，就顶一个，你走这个我虎一个给你吃了，哦，那就算就干脆算了，认栽了，把认栽着打两下把这个搬走住，仍然是就是说仍然是啊，嗯，白棋可下，白棋不错，白棋还能下，黑棋还可下，嗯，就是说白棋呢这个时候没有输，对，打这个特别的大，因为这里面有跳，这里面味道等等，嗯，这招棋相当有价值，那个死啊就算了，应该这么下，白棋应该这么下，白棋这么下可能比较理智，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嗯，白棋觉得我这个应该先手啊，他觉得我搬一个是能搬着的，但是那个已经挖断了，挖断了，比较强硬，现在很厉害这个挖断，哎，这个打吃先手打下去是吧，打吃，对，但是这个时候呢白棋这个棋应该打这个，打这个，嗯，那黑棋长再压一个，再压一个，这个一波的对挤他粘这个应该这么下，那中间的眼已经好多了，对，差不多已经活了，对，嗯，这样下呢应该说好得多，嗯，哎，这个再说死活问题，把那个先活掉，嗯，而没注意什么呢，这样的时候被黑棋连续走强手，他直接你打吃粘上了，被黑棋这儿有一个字，哦，硬虎一个特别强，哦，硬虎一个特别强，看来崔京也是力量很大呀，啊，这个棋呢他主要紧着气的问题，嗯，我们看他怎么，哎，他虎一个的时候呢，白棋挡下去，挡下来，嗯，而且他强的是走在这儿，
是啊，他这块棋他是暂时不补，他靠这个力先手。这个棋，你说啊，他假如说他要杀他，下杆，他会立、这个、单顶、啊，立这个啊。那么就击打啊。哎，对，这个都是、啊、然后再搬。对，就他一路拐。嗯，他是怎么走这样吗？可以。那就这样。对，他加一个。哦，他还能加呀！他是要这么来，原来是这样的。对，就关键下一步，下一步啊，他关键是有一个这个棋，有一个小尖啊，小尖、嗯，小尖呢，你有两种选择。嗯，我走哪个都不行，我走这儿被对，关键是这个是这招棋。嗯，他一走这个，你粘这个，你再提，对不对？对，提了再扑。这个白棋气太紧，这长王的这一，你看提完之后，这个扑一个，他受不了。啊、嗯，这个也算你长着，就算他算长着、嗯。对，你这个提完再被打紧，嗯，对吧？这个都没有用的是吧？对，看这个打紧，你再粘上，再紧气好了。再紧气 就不用走了，就紧气哎。这个是应该是黑棋快一棋，掩杀是，对，掩杀对。是这样吧？嗯，没错。有紧，他就做眼，打吃完做紧气，正好是眼杀。嗯嗯。没想着，这一尖，这个杀手可能是没有注意是吗？哎，对，这招棋计算也是挺深远的，这。这招棋是紧气的好手。嗯。对，这个一尖，这个下到这个时候飞啊，我估计他要硬杀的，可能他于志英算到了。对，算到了这个，但是没有想到人家有可以尖他一下，不是就算到这个尖呢，就是能够不行了，哎，算到自己不行了、哦，所以他这个棋是先顶了一个吧，他是顶了一个，哎，顶了一个，他是猴了一下，哎，对对，然后黑棋就补了，哎，对对对，所以说我说这个棋在这儿呢，就是黑棋活起来就相对要累一点，对，啊，他的断呢什么活啊，没错，现在他的活的大一点，嗯。白棋打了一打一个，对，这是他先手，然后再搬这个，搬这个只要活了，对，这样做活了，虽然是活了啊，对，但是做活了这块棋现在怎么办呢？是这个问题，活了之后啊，辛辛苦是破了角了，活了，嗯，但是黑棋也活了，嗯，你只是破了这个空，但是转身你把这个伤了，对，是的，这个伤完之后可能麻烦。黑棋把这个尖，嗯，是吧？小尖特别大，嗯。现在等于说，我们可以肯定底下是没有两只眼了。对，因为他先动手了。本来你打了子，他先动手了、嗯。而且也不能靠这个地方做眼，这个地方如果做眼的话，等于把这个给卖死了。啊、不能那样。对，这人家吃你还先手，你还得后手做活在这儿，太痛苦了。现在，对。嗯，现在轮到白棋。白棋下啊。嗯。白棋是不是也打了一个？还是这个、啊？对，他是打了一个。这个也损的，对损的，损木了。然后挡。啊，这损木了，损木了。这两个都这个是损木的。嗯，是的，再尖尖一个。然后黑棋还很稳健的先打吃一下。正确的，这个时候冷应该补秒了。嗯、这个棋首先这个不要损，对先走完之后啊，这个棋啊，白棋应该跳一个。单跳一个、哦，让黑棋吃掉，这个先也不要损，别走。然后呢，再回手找回这个、嗯，这是特别大的一步棋。对，局势仍然可下，仍然是白棋。于志莹自认为形势不差。那么你可想想，这门我虽然走了，他多么有自信，对，多么有自信。但是他说这个一打。在这个时候让他信心已经有点崩溃啊、哦，因为这个损一下，他说心情不对了。对对对，损了一下，你本来不该损一下这个。他肯定是没想好，到底是应该气还是应该不气。哎、对对对对对如果想好要去的话，他肯定不会打这一下了。对对对 对, 对、哦，这个是让他精神上受打击的地方。这个时候白棋打这个，打这个了，哦、他实在他也应该冷静。这个时候也应该，即使损完也应该这么下，对对还能胜负，觉得，因为这个时候被他走这个。嗯、这个棋被他一追杀，这个他都发挥了黑棋、嗯，而且你这个棋被他吃在这儿呢，在含在嘴里的时候，他很厚。对，没错。所以我觉得玉芝莹的个性也很强，他就基本上他是不肯承认失误的。
啊，他觉得这虽然说这地方他错了一下，但心情肯定是不好。不好。但如果说他肯回头的话，如果回头一下，一点走这个，还好一点，我走这个，是吧？是。打吃这个，而且这面如果你这边还有跳，你黑棋得赶快忙一走，下一步白棋这招棋也是一个好点。这个也很大。也是个好点。没错。哎，仍然还有很多变数，这个棋。于志英甚至觉得我这么下，甚至不输，觉得还其实可还以，挺不错，挺是不吧？错，哎，是小女孩信心很足的，是哎，的。很足。这个她也是，她觉得这个打的时候是一个最，那就不，信心已经被她，被击垮了被，是吗？哎，不好，嗯，信心已经被击垮。这对。个时候被她一飞呀，她主要这个时候被吃就大了。吓难受了，走这个，你看怎被么他办？这个就还得跑啊！是的，再冲，我们看这个怎么走的啊？然后断一个，断一个，白棋贴，贴黑一棋个，这贴，黑棋就发挥了。是的，嗯，他打吃，啊，吃走这个，再长，白冲，长他就断这个棋啊，怎么对杀啊？不好办，因为你上面还有断，这个紧着气呢，对，杀不赢哦，怎么看往哪儿杀呀？这棋。不好办啊！是，你这个，如果这样，这样是吧？对，这样，他打吃一下，把这个子争死就争行死也行，了。而且他多送一个或者怎么都行。这个肯定不行，是对，吧？所以这个棋那这个白棋时很候难办，这个时就已候，经麻烦了，这对，个时候不好就已经麻办了，烦了，现在，对，麻烦了。关键你看，你把这个送。都吃进，连根儿吃进去，这个受不了，太大了，太大了啊！吃的太多了，实在是。刚才让他少吃点，吃到这儿也就算哎，跳一个那个时候还行，了。那么下面你看这个是比较难办了，白棋现在冲这个，冲这个，冲这个，他还想寻求一些这个什么了，然后黑棋打在外面打这个，了，白棋就算了。这个时候，你再不想回头也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已经挣扎不出去了，所以。他只能回去了，但是比实起在刚是这样才啊，跳这个来，这目数实在是天差地远对，这个不好办了，的。藏在这儿，黑棋呢，踢掉，很厚实的就把它踢干净。这个于志英下的不对，对，这个都死了，都死了，因为你刚才是尖了一个，然后又跳了一个，这两步等于全被吃掉，吃进去这个死掉，了。这个那他跳了一下，在这儿，黑棋打。这个棋。那就是那个什么了，要寻求收官的话，那就早知道就应该别的下法对，白棋先立了一下，然后跟他了。交换了一下，把这个小尖了一个在这儿。小尖的时候，黑棋好像不行是吗？不能尖出来跟他杀。如果这样吗？他那就。能这样冲断吗？还是他要冲了跳下去啊？对，这个棋是白棋希望走成这样的，这样至少是比较乱吧，不，很这混个是乱。白棋，那就合适了，现在麻烦了，黑这棋不好，不这知不道怎好，么办。这不，他这个跳下去，跳在哪儿就跳这个也可以，就小跳一个。跳这个就行了，是的。这个黑棋这个，这不行，黑棋这个时候他应该收兵了，他是在这儿，收兵，对，对，这肯定个是已经觉得因已经为。够了。对，这个跳一个，你如果比如说走这个，那他再来这个就行了，这个就那不一就样，不一样，哎，这样，这样把它吃了，这样可以，是的，这样吃了，实战呢是这样，然后黑棋把这个连回去了，连回来，对，他粘上，接住，渡过，渡过，走的目是吧？对，他这个可以搬先了手，一下，先手，搬了。他就立下来了。立下来，那个，这是对，活的这吧？是后活来白棋还施展了一些手段在那儿，肯定是觉得目已经不够了。当然收官可能也有一些手段立本的身，他是立下去的。哈。这个收官对，是吧？收官，挡一个，挡一个，长，白棋拐住，拐住，然后这个时候呢，还是您刚才说那招。哎。现在这黑棋最后的这个收官的好手在这儿，哦，这个如果粘还上，是要命，如果依粘上，然是要命。他走这个，这个，然后他就接上，
哦，如果这都掉了，等于后面这一串尾巴。如果一走这个，把这个要吃它。对，这后手补活，这等于是现在得补这个，然后黑棋把这个尾巴全吃了。哦，那不行，这个不行，哦，这个不可以。所以他这个小尖依然很厉害。刚才您说收气的时候他走这儿，对，现在他收关子的时候他还是走这儿。这个，那他这个棋太大了，这个棋确实，啊，这个没错。白棋粘了一下吧，反正也没什么用了。哦，能粘上来的吗？这个棋也断了吧？现在断这个，他铺一个还来得及，然后再回补。哦，一样，哦，能这样啊？反正接住他冲过来了，下成这样，哦，这个，这样的话，这个目数已经彻底不够了。啊，这个不行，这个不够。那这个就是死活问题，看能不能杀他了。白棋现在在这儿加一个啊，加一个想出点棋呗。对，如果你立了他这个棋往下走，冲，然后搬这个，冲一个。黑棋现在断肯定不行，断了被打两下就窜回来，那翻盘了。绝对，对他希望这样，是吧？是的，所以他加的时候黑棋要小心，黑棋他是挡在上面的，挡这个。嗯，白棋冲了一下。然后都过，如果这样，其实这样也活了，活了吗？打吃，接住，他只要活即可，他走这个是活了，对啊，这个是活了，对啊，你点他能拐，这个是活棋，活得很干净，现在，他就活，也就这样活，他活得还很那，他先接一下还要，哦，要求那便宜点目数，他白棋爬完了粘上，哦，白棋去爬一个，对，黑棋飞了一下。接住，啊，它断了一下，把这个断了又。哦，这个时候他还要活到外面去了。怎么下的？他是要狠的，是的，要这样，是吧？是，要跑这样，跑出来，对不对？这样子。这拐还先手，这个跑不回来。这个就这两个死的里面，是，所以断的时候还不行啊。断的时候白棋粘上了，黑棋一长，这扬长而去了。那这个，那就活在外面了。对，而且，这个最后盘面差距已经挺大了，所以下到这里的时候。就直白的预知赢呢，就中盘认输了。中盘认输了。对，是的，这盘棋是崔京中盘战胜的，预知赢。好，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